事儿，对吗？不是荒年怎么会是人，对吗？这等事问他干什么，真会会笑话，对吗？不，不对，他们为什么还吃？从来如此便对吗？看眼四处黑暗寂寥，无比空旷，月亮三十年第一次看见月亮，没有舞蹈，没有决心，地连狼人血液，当我开始慢慢看清这个世界，工作上摆满鲜血，满头几丝牛鬼蛇神，一起被钉上柱子，到处都是人在吃人，都在路上四面八方投了眼神，如此危险，甚至九年招架守门的狗他都瞪我两眼。一则传来消息，他们杀了村里恶霸，心甘拥有前朝，班车法一起咽下，我扪心自问，这一辈子从没干过坏事，不过20年前万一踹翻骨架流血裤子，于是大哥开始嘴馋，开始联络旁人，把我锁进屋子，不让我踏出房门，费尽心思编出一个疯子的名头，告诉他们这个就是吃掉我的理由。他们有被直线张过嘴的，有被地主打烂腿的，有被压抑吐口水的，有被强占了寂寞的，为何他们那时不敢反抗也是冰冷，虽然不想看到我是这般如此凶狠，传进我耳中的话，那话里带着刺，流进我眼里的笑容，那笑里藏着刀，笑脸当中给我开的药方全部都是毒药，他们想要找到合适时机把我除掉，凡事总需研究才明白，我想找到答案，我费尽心思翻开人民文明史书查看，可史书通篇歌颂人一刀的没有年代，难道吃人这是从古至今一直都存在？我想起狼子吞吃恶人时的鲜血通告，我想起曾杀之先君王的言传身教，我想起古诗艺术里把人肉当作神药，我是吃人的人类兄弟，这逃也逃不掉。吃人的事儿，对吗？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，对吗？这等事问他干什么，你真会说笑话，对吗？不，不对，他们为什么还吃？从来如此便对吗？有些人狮子般的凶心，嘴角磨着人油，有些人兔子般的怯懦，甘愿做着人球，有些人狐狸般的狡猾，编造吃人缘由，有些人傀儡般的麻木，跟着随波逐流。我想起狼子吞吃恶人时的鲜血通告，我想起臣子杀之先君王的言传身教，我想起古诗艺术里把人肉当作神药，我发现疯子日记本里缺了一个句号，我沉思为何他没继续说下去，我疑惑为何他的病会突然就痊愈，他到底是在胡言乱语还是独露真相，他究竟是病好了还是已经被人吃掉，凡事总需研究才明白，我想找到答案，我盯着日记本里每一个字仔细查看，忽然我只觉得后怕浑身没了力气，原来这里面积攒了4000年吃人的秘密，饮食人员就是月，人肉就是昏暗，满嘴獠牙举止排列从来不曾涣散，浑浊眼珠铺满血丝，捆满欲望的羁绊，少数人的痛苦满足着那本天赋所致，我的感动人流爬上彼岸，灵魂融入那份传承4000年的骨架，便只能在随波逐流之中慢慢变得腐烂。